Hello everyone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I'm Bunny Bear. 那么本期视频的主题呢，大家也就看到了，对，没有错，就是用平价化妆品化一个妆。我已经有蛮长时间没有化这种就是很过分的妆容了。那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妆容是怎么化的话呢，你不知道也得知道，对，不想知道也得知道，那就继续看下去吧。你在视频开始前呢，请大家多发弹幕、多评论、多关注、多收藏、多投币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麻烦关注我的新浪微博还有我的 Instagram。绝绝，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吧。我要先施个法，把我的妆容变美。古娜拉黑眼之神，呜呼啦呼，唰！今天要用的产品啊，都是 William Well 他们家的东西啊。石榴也他家在疯狂的给我们家寄东西，我觉得就拿他们家东西画一个全妆吧，就所有东西全部用他们家的，也算是还一下人情债。身边非常多人说，那你推荐的东西太贵了，对。那我也算是正好出一期就是平价妆容分享。今天用到的很多产品呢，也是我第一次用啊，我也不知道好用不好用，很有可能会翻车。平价的产品不代表廉价的妆容，相信自己，每时每刻都很美。我们来先上妆前，用到的是他们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的，就看起来很奇怪的一个玫瑰花语的一个喷雾。说是打底定妆醒肤三合一的妆前喷雾，让我们来看一看，你怎么样？玫瑰花饼的味道，它这味道也不会存留太久，也不怎么黏，不知道待会儿跟底妆融合起来会怎么样。醒肤结束之后呢，我们来先画眼妆。古娜拉黑眼之神，呜呼啦呼拉近。我们呢来先贴个胶带哈。今天主要用到的两个眼影盘呢，一个是它的这个 P760， 一个是它这个 P759 啊。主要用到的是 P760， P760 那个盘的颜色特别漂亮，看。配色也算是比较大胆了，然后整个盘是粉橘色系的，有一个蓝色和一个偏光粉橘色在里面，整个盘就是既日常也不会太单调。我们先拿这个粉橘色啊，给我们的整个眼睛做一个打底晕染，简单一点糊墙就好了啊，使劲往上晕啊，不要晕超过你的眉骨。感觉它这个粉质还蛮不错的，比较好晕染。打底色上完之后呢，我们再用这个橘色啊，这个偏土橘的颜色，然后来做一个加深。我觉得上色很好哎。William Well 在开价里面还是挺能打的。我的眼睛可发挥空间不是非常的多啊，所以我尽可能的把它往上多晕一些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画一个上半场的眼线，用到的是他家的这个马克眼线笔，这个眼线笔非常吓人，是这样子的。怎么说呢，我觉得这个眼线笔的使用感也很像是马克笔。我现在呢知道自己眼线非常的奇怪，但是大家不要肆意的攻击我，等我画完，这是我的种族壁垒，我要用别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来这个 P759 这个盘啊，蘸取这个颜色，在眼头的部分向前延伸出去。现在呢，我们把另外一边也画上。OK， 现在眼睛拉长100倍了，这个妆画的真墨迹，我的天哪！我们现在把这个胶带呢撕掉。立刻马上变成 Yummy。我们现在呢把眼下沾了眼影的地方擦掉。OK， 然后下眼影。我们的下眼影呢，先是刷这个橘色，然后在橘色之后叠加最底下这一条偏红的颜色。在外眼用这个橘色晕染好之后呢，我们的内眼用这个深一点的红色去叠加。紧接着我需要画一条眼线，前到眼头，后到眼尾。眼线之后呢，拿一个细节刷蘸着深色去晕染这个眼线边缘和外面的砖红色。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深色呢，把我们的眼影上半部分的边缘再强化一下。 OK， 眼影呢已经全部完成了，我们来粘假睫毛。我们的假睫毛呢用到的是这个绿绿的，接下来呢我们来画眉毛，用到的是他家的这个62A 号的眉笔啊，它是这样一个砍刀型的眉笔。按照国际惯例，我们来先画眉尾啊，用这个尖尖这一端先把眉尾的形状和走向勾勒出来。好，我们眉尾呢就画出来了，往前去晕染填色，
因为眉毛画好了，我们拿另外一头的这个小刷子把颜色刷得均匀一点，主要是眉头这块比较重要。 OK， 眉毛我们已经 OK 了，我们来上底妆。我们底妆呢用到了他家的这个粉条啊，这个粉底棒，用到的是自然色号。我现在上粉条不太喜欢用那个刷子了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直接用海绵蛋。 Crocs 海绵蛋你值得拥有，因为有的粉条吧，它只要用了不对路的刷子呢，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可怕，但海绵蛋的话就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就现在看来啊，它我的使用感上来说它蛮丝滑的，蛮这种 ju， 它不会有那种卡在脸上的感觉，然后整体来说也没有觉得很厚重吧。我现在把它铺开看一下，我们用海绵蛋把它蹭开。哦，它是那种推开之后立刻变成哑光的那种妆效，也比较清透，不是那种巨厚的底妆产品。我用的是自然色嘛，然后我还有它另外两个色号，它一共是三个色号，另外两个色号对我来说有点太白了。哎，这粉底面妆效很好啊，它修饰毛孔啊，还有遮蔽一些小瑕疵能力还是很强的，而且很便宜，妆效很不错。其实粉底棒粉条这类东西呢很多人都很喜欢，就因为比较方便，对，一根带出去也不会说像瓶瓶罐罐容易打呀。但这个粉条是今天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满意的一款产品，因为它很便宜，但它带来妆效是非常好的。目前为止我19年刚刚开年嘛，目前为止用过的所有的新品当中觉得这个是最值得去尝试的。它不是那种高哑光全哑光，它是那种就轻哑光奶油肌的一个妆效，我觉得真的挺好看的这个妆效啊，颜色也很 OK， 不会觉得很奇怪，而且质感很高级。 OK， 粉底我们结束之后呢要上一个定妆啊，我这里只有一个它的完美自拍粉饼，是一个粉饼啊，不是一个散粉。然后好玩呀 OK， 然后里面是这样子的，我还没有用过，然后现在我们来用一下，会不会有点白这个颜色，还可以，还挺好的，使用感也挺舒服的，不会觉得很闷啊很厚重啊，也有一定遮蔽毛孔的效果。然后它不是那种聚哑光的，它这个粉饼也不是那种聚哑光的粉饼，它是带有一点点光泽的，是有一点点一点点光泽，就是那种自然肌的一个妆效。最后我们来上高光和修容啊，修容的话有两个，一个是这个修容盘，就这个双色修容盘是焦糖牛奶 P7491， 另外一个呢是这一款，这个是一个 bronzer 是36319。对，我们先用这个双色修容盘来修一下我们鼻部的阴影，这个着色还挺强的啊，用起来的话可以少沾一点，这一盘应该能用非常非常非常久，瓷上都不用换。嘴巴下面让我们的整个下巴凸起来一点哈。哎，我才发现啊，这个 bronzer 上面有一个龙的印花，拿一把大的刷子啊，这样大范围区分，然后行云流水，你吹鼓拉朽，把我们的脸部的轮廓你修饰出来。现在我已经美得不像一个真人了。Girl， 刚刚用到的是他们家新出的这个金色花瓣 P333B 啊，极光闪耀高光粉啊，里面是有一个这样的印花的，我们蘸一点金闪闪的粉末啊，这个也很好看哎，这个很好看，这个很自然，它是有那种海岛的阳光，我在说什么东西啊，它是有那种感觉的，有大海上太阳的那种颜色，不是夕阳，是那种很美的海岛夏日阳光。拿一把小一点的刷子做一下眉骨提亮，又忘记了，最后是唇膏，我们要用到的唇膏什么的我要先挑一下哈。我们今天口红呢用两支唇膏，一支是 P916D， 一支是 P90 07C， 对，
这样两只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用 P90CC 这支粉粉的，简单的涂一下对，就随便涂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颜色非常的吓人。哇哦！紧接着再用这个深色 P916D 去勾勒边缘，把我们的下嘴唇这个地方呢画的稍微外翻一点，看起来会更坏。今天的嘴唇画的好像宁静老师哦。看一下我的皮肤，我晶莹剔透的皮肤，我美丽的容颜。现在我们把整个镜头放回去，古娜拉飞眼之神，呜呼啦呼，变名流，奢华，气质，涵养，做名流女人真好。别人都是想去做小公主，而我就不同了，我都能让女孩子叫我妈妈。Well well well， 做都市丽人非常的简单，你也可以变成这个美丽的样子，不一定会有男人喜欢，不一定会有男人喜欢，但是。你一定会成为姐妹当中独具一格的凤凰之首，而周围的所有的 sisters 都会叫你一声姐姐，可是你不要忘了，他们叫你一声姐姐可不一定真的会把你当姐姐呀。你以为我叫你一声姐姐就真的把你当姐妹了吗？我个子容易，我高人一等，林香你给我擦亮你的狗眼看清楚了。大家平常没事的时候可以多画一些奇怪的妆，别人不理解没有关系，但只要这是你想做的自己，就不要在意他人的眼光。怎么突然间鸡汤呢？就总而言之吧，你是独一无二的你，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你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哦。如果你喜欢这篇视频，多发弹幕，多评论，多关注，多收藏，多投币。如果的话，麻烦关注我的新浪微博，还有我的 Instagram 直接学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呀。